要嘛，先暂时吃，待会我们还有美国人早餐。进来。我们基本上这些都为早上准备了。你们每个人给他发多少东西？就两个面包，一瓶牛奶，一瓶水。每个人两个面包。大家吃早餐，然后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个送到每个帐篷里边去的。这里也可以拿，这里也可以拿，这边也可以拿。每个人的早餐。对，我们中午还方便面要这些的饭。因为这现在只是一个应，大家都饿了嘛。然后待会儿我们工作交接了之后，会统一再安排到送到每个帐篷里。这是我的，就我的好友做的，我吃的都好。好的，都感太感谢你们了。哎，少爷，你这个不错呀。啊，主要感谢新娘。